Hello， 各位球迷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虽然说我很弱，但是我一样还是很喜欢拍影片分享，因为有些不懂的东西的话呢，就有一些大佬分享给我。好，譬如说像我之前呢，就有在讲说我想要搞这件服装，好，这一件在下面，这一件很漂亮的，非常漂亮的，很华丽的这个刀刃羽衣套组。好，那留言区的话，就有一位银白雪大跟我讲说，哎，我缺少了这个织线的材料嘛，因为我那时候买不到线，我想要自己做。好，那自己做的话呢，就是需要这个叶子，好，需要这个鼠尾草叶，需要这个秋季，还有需要这个四叶幸运草。好，那他跟我讲说，这个探索队长那边就有了哈，所以我就这几天的时间，就是一直找探索队长讲话。好，那就把这些东西啊，我搞了一大堆，我现在的这个线已经不缺了，甚至还有多，这里探索队，好，这边还没看到，我现在有三队，那三队的话都在找这个做紫色线的一个材料，好，现在是我做那件衣服的材料不缺了，但是其他衣服还是缺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做出来吧，好，做出来，然后待会再把烘鱼领出来，好，那把整套的给它做出来，好，那今天的话就算功德圆满了，好，在这边。刀刃羽衣套组，那这一件的话呢，就是魔法师魔领的体力加452，好，应该够吧？好，确定一下，应该够。好，做一件40万，好，一套40万了，一件10万嘛，所以一套的话是40万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做，制作，再来，好，材料的话都算得刚刚好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又要慢慢囤材料了。服装啊，不对，衣柜这边才对。好，穿上去，再给它穿上去，完成。好，这一套华丽衣服就完成了。哇，这一套的话比龙卷好看多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翅膀哎，哦，真的很帅，有翅膀。那现在要来领烘鱼了，哦，不知道坐在烘鱼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。领取。哦，烘鱼哎，因为如果兔子啊那种四只脚的还可以理解，但烘鱼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做。哦，因为它就是一片而已嘛。好，那我们就把烘鱼给它换上去，坐骑。哎，烘鱼在这里，乘坐。啊，天啊，是站在上面呢。好，是站在上面的。我本来以为是趴着说，结果没想到是站在上面，很像滑板一样，也不错啦。好，很好看哦，尤其是跟我这一套。哎呦，哦，隔壁就有人骑的。好，隔壁就有人骑的。好，跟我这一套也蛮搭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刚好都蓝色的，蓝色系。然后我现在在那个费。哎，叫这个是城市叫费弗洛伊德吗？不对，我看一下地图，可恶，没在记名字的啊。费洛雷斯，好，哦，不对，是佛洛雷斯啊，好，哦，佛洛雷斯，哦，佛洛雷斯这边，好，哦，刚好也是蓝色的背景，好吧，那我就拉个角度来拍个照，然后就功德圆满了，我要去做这个晚餐给小朋友吃了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拍个照，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好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玩得愉快，拜拜。